我们的四强呢终于诞生了。马上请出我们的参赛者永露、Natasha、Olivia 还有佩珍。最终呢，只有两个人呢能够晋级大决赛。把那个 Madeline 变成 Fedica 都好像离题啊，不可以烧，很奇怪。为什么有吹风筒呢？就因为时间非常紧迫了。Coloring 对，欧萱可以接受吗？唐朝冠冕，星期三晚上八点，八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唐朝冠冕的视频。